日前，网曝张若昀与唐艺昕将于6月26、27日在爱尔兰结婚。有媒体从知情人获悉，张若昀与唐艺昕将于本月底在国外举办婚礼，伴娘团由宋茜、沈梦辰等组成。2017年8月，张若昀微博发文高调公开恋情，表白唐艺昕：时光赐给我们倒不走的爱人，而你赐给我时光，并附上唐艺昕亲吻自己侧脸的亲密照片。唐艺昕则甜蜜回复：时光往复，爱你如初。此前二人多次同行被拍，如今终于收成正果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